好啦，又外拍拍，欢迎大家嚟到呢个手机游戏呢只 game， 我相信好多人都识噶，佢哋做狂野飙车八。咁一个名都好简单，系个飙字可能难啲咁样，可能大家唔识啦，咁亦都可能唔识读啦。如果你细个啲话，咁咧呢只 game 就我哋就玩一啲。呢啲就可以話係副本關卡咁樣，但係依一個咧下面咧就多人遊戲，即係同其他人一齊玩啊咁，但係就唔玩嘅。咁至於呢度就有10個星我先玩得，但係我而家得100個星嘅啫，所以係冇辦法嘅一個限時賽。咁然之後，當然玩俾大家睇啊！咁第一關就唔玩啦，我就玩呢關東京呢關啦，因為我之前玩都攞唔到全部星。唔係攞第一名嘅，但係我係冇攞到嗰啲叫做桶滾同埋呢個叫做完美睇唔到嘅咩戲啊！今次我攞第幾名？上次咁渣。所以其實已經好勁噶，撞死佢，撞死啊！揸少少。你嗰三名，你竟然衝出嚟！不過我唔驚，還有得第二名。第一名，我啊！又俾個人超前我，唔可以噶！而家變咗第三名啊！衝啊！睇住嚟啦！走開！你有冇阻住路啊？啊！唔得噶！啊！死啦！死邊啊！第二名啊！有陣時過呢啲就好危險。Oh no！ 死！我今日玩兩場。
好啦，我就玩咗一关啊，我就玩呢关嘅，系啊，因为系冇其他车，到时候先会有其他车，所以而家用住呢架先啦。喂，唔好啊你，喂！咁就睇下究竟點好啦，我咁睇緊次都唔係好得。後面嗰個應該係追唔上我嘅，第一名，唔好放棄啊！哦。而家咩車都睇唔到，好，佢應該會係喺一個位置出嚟嘅，睇嗰個地圖。哎呀，死呀，邊有第六名啊？不過唔緊要啦，好快追上佢哋噶啦，有少少轉彎位就得噶啦。唉，第四名，好啦，咁算啦，今集時間差唔多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